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欢迎各位收听新一周的加藤 news。 大家好，我是系总部。大家好，我是娜姐。然后抢了还抢他只能最后介绍。龙马啊，然后我是四少，这么不让系统寸步不让寸步不让啊。对，待会讲讲寸步不让什么梗。是我估计在这个最近大家刷微博的话应该能知道这四个字代表着什么。是的，对，这个本周《三国无双八》这个正式发售了，没错，登陆 PS 平台，然后有简体中文， Welcome to China。 对，有中配，但是呢，这个目前来看，玩家们的反响似乎不是那么好，或者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巨好啊！对，很好。待会儿聊，那待会儿着重聊一聊。先说新闻啊，啊，先说新闻。这个上周呢，我们其实只是在这个周三就把这个新闻节目录了，是因为四五去年会了啊。嗯，然后补一下四五的新闻。周四呢，其实这个《大镖客二》官方正式确认了发售日是在这个10月26号。嗯，这个其实也是经历了。这个官方公布的官方宣布的延期之后啊，再次确定了。对，这次真的是正式确定了是10月26号。然后这个其实之前咱们网站也发过新闻啊，这个游戏是上了简体中文的官网的。所以其实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游戏到时候这个中文化的进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太棒了，嗯，太牛逼了。对，中文的中文真挺好的啊。然后什么意思啊？你没玩过呀？所以我只能冷漠了。这游戏必须得捧，是吗？哦，太好了，还有必须得捧，太好了。对，感觉来了以后，整个新闻节目节奏都变了，对啊，都捧都捧，弥漫着政治正确的这个气息。但是这游戏确实，一代我也没玩，因为就是英文，完了，这是没玩过，完了，确实没玩。特牛逼，我跟你们说，就是没玩过，不，这不敢说，就只能跟着说啊，牛逼，牛逼，牛逼。就大概这游戏是这个状态。就是在你们会展开聊一个新闻吗？还是就说了展可以也会展开聊？一看就不听新闻，从来没听过。寸步不让，老哥，寸步不让。就这个游戏吧，就是在三 A 游戏这种沙盒叙事类游戏大潮里面，嗯，他讲故事的方法，故事讲得好，故事讲得特别好，哦，而且他的游戏时长是非常长的，哎，就是他故事还挺好，他的故事剧情有多段的跌宕起伏，哦，甚至不是那种传统三段式的那种剧情，嗯，对，然后他用差不多40-50个小时会塑造一个人物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所以很多人都记着老马，都特惦记，对，太惦记了，马布里特意了吧。对，特别好。我不看篮球，对啊，嗯，跟 GTA 比呢，跟 GTA 5比呢，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游戏了，其实，嗯，是吗？对，哦，嗯，就都说节奏虽然慢，然后比较厚重吧，就是，但其实我其实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如果没玩过一代的话，嗯，二代这么直接上，他会用怎样的一个叙事或者说游戏的方式让新人也那么容易的就是沉浸在这个世界里边。我觉得对于R性游戏大家没有什么门槛，因为不用顾虑 GTA 都已经对这么多年，它的玩法跟 GTA 差不多，但是就是叙事的，嗯，就是他刚才42说那个风格上，嗯，因为我在意的就是特别不一样，我在意的是其实 GTA 每一代都是一新的故事嘛，对，嗯，但是二我如果说它是和一代有联系的话，嗯，我其实是希望它在叙事上关联别那么紧，就是很有可能造成新人就不太了解，应该不会，或者很有可能只是同样的应该不太会。一代是一个有很好结尾的，就是，啊，就是一个就结了，就结了。反正一代我唯一印象就是那个是吧，大草原上跑个马，哇靠，追火车，印象夕阳特深。我觉得二星游戏唯一的门槛就是题材了。是，就像我就是不喜欢美国黑帮，所以我就是死活玩不进去 GTA。你玩乒乓啊？行，西部啊，题材嘛，但西部我挺喜欢的，哎，但是我觉得这，嗯，我也是不喜欢黑帮，但 GTA 五我玩进去了，是因为五不算是黑帮故事，我觉得啊，对，你就跨过这门槛了，对对，就跨过来了嘛，嗯，对，恶霸鲁尼也可以嘛，哦，对对对对对对，这是西部的。对，这次西部的可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嗨嗨，西部大是是是是，确实是啊。下一次南水北调啊，对，再往下说，这个上周还一个错过的新闻是，这个任天堂官方公开了 NS 在线这个服务，正式的收费日期，收费时间是9月份开启，然后收费标准是300日元一个月，
或者是800日元三个月，或者是2400日元一年，太便宜了，肯定是按年买，确实不贵，对，100多块钱嘛。然后目前确认的除了多人服务之外，就是主要是这个怀旧游戏，是，嗯，对，然后再有就是，官推也正式确认了一下马车的手游化。嗯啊，副标题就是兔儿兔儿，对，环游嘛啊。其实他这个事儿算是黑不提白不提的，晚了一年。是当时 NS 发售的时候说免费给你们半年，半年之后就要收费，对对对，后来就没这茬了。对，结果这一晃说2018年的九月份，对，再给你来一年，一年半，一年半，对，就相当于晚了一年嘛。当时说半年就要收费的啊，但是都要一年了啊，可不嘛，其实真挺快的，对，快。但我预言这款游戏机将在2年内成为最牛逼的游戏机，成为行，因为是这样，家庭必备的家用电器。对，对，因为这样，就是咱们在上周其实也发了一个短的新闻嘛，就是任天堂官方向投资者公开了他们自己的这一年的这个销售业绩，是，就是 Switch 销售已经超过了 VU 对总销量，没错，嗯，而且势头还在涨。然后好像这周，是金德达还是谁，反正是发言人说嘛，他们的目标是希望最后 Switch 是人手一台，那必须的，虽然说有人没买吗，给 VU 点个蜡，对，虽然说很难，但我觉得这个愿景还是就是可以去努一努。是的，很多人也是就是在这一年看到了 Switch 这成长的速度，然后包括软件阵容的支持，朋友们过节了，现在是春节，对，该买了买什么，买了也不送，我觉得 Switch， 对，我觉得咱就说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年会的路上，那年会上，对，年会上，啊、对，大家都在干什么啊？那家年会再也不是年会了，再想想去年年会没有 NS 的时候，是，对，大家回去看看导演的月长，嗯，对，就知道了，都没有断片儿，对，是，大家都在玩游戏。一场冷静。去年看守着西蒙断片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屋里抢，对，抢 S， 对对，就是你耍酒疯的时候，对，预定周围所有人在抢 S， 我没有耍酒疯，是是是是，行行行，没有没有没有，你跟村东头的王寡妇说，你张寡妇，张寡妇，对，我记得我最早说那个版本是姓王的，他自己说张寡妇，他在我那屋耍酒疯，行行行啊，我不记得，再往下说啊，这个。本周扎谎发了一个新闻，是返校的这个制作组的新作，没错，确认是叫还愿，然后已经确定是在开发中了，似乎又是这个民俗恐怖，对，是，然后民俗恐怖太狠了，对，我就不能说都市恐怖吧，确实是这种民俗，很到位，民俗恐怖感觉，我操，特牛逼，多 local 啊，是吧，嗯，local 恐怖，对，具体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完全是等官方继续再公开再说吧，现在还有点早。那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微博转了6000多次啊？就是大家会可能比较喜欢，大家对民俗的东西比较亲切啊，就这特别令我吃惊。我也是，我觉得返校这个一个，就是他一代没有引起那么巨大的一个反响，不像是那种特别特别热门的。但说明我觉得一代还是很多人玩的，是很多人玩，很多人是。但是这只是仅仅的一个预告片嘛，不是预告片，就发了告诉你说有，对，然后就转了好几千次，我觉得说明季辉人气高啊，是啊是啊。然后我看转发，大家说明您枪法准啊，都在从那个图的里面找一些线索，嗯，挺好的，对对，自己吓唬自己，大家我觉得人就是喜欢自己吓唬自己，是，说明恐怖节目还得多做，其实人都没吓唬你，是啊，就是大家自己吓唬自己，对，民俗恐怖的魅力，没错，嗯，我真不觉得返校有多恐怖，我说对，就是。我特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文化气息。嗯，是说得好，正好说一下，那个返校上了 NS 了，是非服现在可以购买。哎，对，嗯，便宜，对，主要是便宜。嗯，然后这周阿斌还发了一个关于昆特牌的新闻，是吧？对，昆特牌在春节的时候会有一个活动。嗯，这个活动就是在8号到12号，就是2月8号到12号期间呢，你和闪卡是只要半价的沉。啊，嗯，啊，过了这时间就没有了，不玩了，我已经。你们还是挺不错的啊，你还玩吗？打街呀，我玩啊，你还玩呢？我中间隔两赛季，我第二赛季玩，然后这个赛季玩了一点，嗯，但是因为平衡性有些问题吧，就是确实兴趣有点减弱，但是他们会说会修正。我期待一个大的更新，还大更新，加入陶森特阵营之类的这种。那可能远一点，嗯，可能得再过2个赛季左右。嗯 ，OK。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游戏出了2啊 Surge， 嗯，对啊，这个它叫 The Surge 还是 Surge？The Surge，The Surge，The Surge 啊，一般中文有的翻译成迸发，嗯，狂潮，因为之前怒涛，对，因为对，就是这个游戏怒涛，对，怒涛是我的，
这个游戏好像从最早公开然后到发售一直都不是那种就是宣传攻势特别强烈的，对，然后就是小成本游戏，也没什么人喷、嗯、也没什么人说，介乎于独立和也不能说独立，就是非常三线吧，我就不能说二线、啊、这个组是真的是、啊、对，其实这游戏成本也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可能三线有点夸张了，没有带个幺三可不就三线，真三线，真的是2.5啊，就是一群这个特别喜欢黑魂的游戏开发者，对，头铁，就是 对疯狂的做黑魂类的游戏，也没疯狂，就两座，我说两，他可以已经挺多了，两座头够铁了，这是真的，而且这个很完整的游戏都，就是甭管游戏你喜不喜欢啊，就是他们把这个东西做的就是很有头有尾，嗯、而且整个游戏还行，还行，对，很。真的很扎实、嗯、啊！是说他们，但是完成的能力有限嘛？但是这游戏本身确实是能看出诚意、嗯。现在喜欢黑魂的嘛，都是要把黑魂的精神放在别的样的游戏里。对，对啊，就这帮大哥就是，哎，我就要做这一模一样，就这样，就这样。我就是喜欢玩黑魂，你不出我自己做，就是这就是这种感觉。玩他这个游戏，有一种回到360和 PS3 时代，突然间玩到一款，哎。不是三 A 大作，但是还行，但是还觉得还挺好玩的那种游戏，对，是新 IP， 嗯，对，大哥们很大胆啊，比如《鬼屋魔影》这种是吧？对，《鬼屋魔影》好玩，《鬼屋魔影》可是大 IP 啊，这个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只不过没落了。嗯、别瞎说，《鬼屋魔影五》是神作，神作，没有那游戏没有集合，对，嗯，我也觉得神作，我靠，真的。集合感觉特别脆弱，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对，嗯，没有李宗盛也没有，嗨，然后再往下是关于《永恒之柱》。对，二《永恒之柱二》首先宣布了这个发售日，4月4号，嗯，这座是有关中的，哎，嗯，然后我想说啥来着？我哪知道啊？对，就、嗯、断片了，你看，对，断片，有 GOG 和 Steam 双版本，嗯，但是 Steam 上还是国区定价，嗯，啊，所以就是大家掂量着玩，没了。同时还宣布了要上 NS， 嗯，然后 NS 上不是上 NS， 是上所有的主机平台，嗯，然后主机平台的上线时间是暂定这个2018年的假日，那就是年底了，年底了，对，就是年底，这、啊、就是纯年底了，对，然后这个移植是交给了另外一家工作室来做，嗯，嗯然后这个看大家咋说吧，反正老的 CRPG 玩家就觉得可能 CRPG 就是典型的 PC 游戏吧，嗯。但是我以前这么想的，但是玩过PS4 上的神界原罪和 PS4 上、嗯、对就是被索尼忽悠买的费托二啊，我靠，他当时写了一个中文伤痛，我对、啊、然后玩了之后发现，如果厂商用心的去考虑手柄交互的优化和手柄下的手柄这种使用环境下的阅读体验的话、嗯CRPG 是可以用手柄玩的，其实能玩挺好。我跟你说，好多游戏，嗯，就最后就是，比如 PC 和主机都有的时候，这个手柄的优化是一特别致命的点。对，尤其是 UI 交互。对，对，就是有了特别特别奇怪，特别烦人。对，其实比如说有一些游戏，打开装备界面之后，就非得让手柄杆，对，你的手柄代替光标，我觉得这个就特别不能理解。嗯，比比听一听。说的我觉得还行，其实没有戴森你什么的还是挺我说的就是戴森你、嗯、就是举个例子，这只是其中的一点、嗯、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嗯、对，反正就是优化只要做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体验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不是说只能在 PC 上玩、嗯、或者是什么样、嗯、但是我觉得 CRPG 吧，如果能抱着玩呢，以后是个潮流，嗯，不，我觉得啥游戏能抱着玩都是对都是肯定抱着玩，是，嗯，对，然后这是个挺好消息，嗯，然后《永恒之柱二》因为有中文，反正大家看看吧，也可以四月份就先玩着，可以，嗯，然后你还要说一个 Rust 是吧？哎，对，结束 EA 就是我，对，我刚刚打开 Steam， 然后给我推了个大图，说 Rust, 终于结束了 Rust 的结束 EA， 嗯，这震惊了，嗯，啊、就这个游戏 EA 多少年了都4-5年，有不止5年了，嗯嗯，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说一下 DayZ 这个游戏还在 EA， 嗯。这就厉害了，这已经死了，这就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还没诞生就已经死亡了。对，然后，对，上次看看吃鸡手游官方正版都上线了，胎死腹中、嗯，没有，就是还在玩嘛。嗯，然后 Rust 之前提名之后，我就回去做了一下功课，我不得不承认 Rust 在同类型游戏里确实内容多。嗯，这个还挺厉害的。嗯，就是一上来大家都说土人，嗯，就不用说了。后来大家真的画风可以变得很不一样。嗯，这内容，这游戏。能扛到现在是有两把刷子，是的，嗯，然后再往下说，其实这周还有一个更新，就说实话，就是因为可能我没关注，所以就是刚看到的时候还有点震惊啊，《战争之影》放了一个 DLC，、嗯、
哎啊、嗯，然后现在应该已经上架了是吧？对，昨天就上了。对，因为这个看到其实有些外媒和就是一些 UP 主都已经传了一些试玩的视频了。哎，啥内容？我没玩战争之影，反正主角就是你之前在主线里能碰到那个精灵女的。嗯，哦，对，这个 DLC 叫做凯兰崔尔之刃。嗯啊，就是说那个英灵就是凯兰崔尔之刃。嗯，这意思，凯兰崔尔就是那个精灵女，不是女王，就是那两口子立志于在中土世界到处游说各方势力，然后让他们加入在一起。嗯，连甘道夫看到他都百般尊敬的那个，嗯，哎，就是精灵。凯兰崔尔，对，算是这个诺兰精灵的女王吧，嗯，对，挺能唠的一个人，感觉是，对，嗯，对对对对对，但是他本身力量强大，哦，啊，反正就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很神一样的存在嘛，嗯，他在魔界和霍比特人里都是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游戏里有这个人吗？有，他会出现，嗯，是吗？嗯，但是是不是以就是本尊出现？因为他们就是神人嘛。你传个音，千里传个音，托个梦什么的，可能是这类的，就是幻象，嗯，只有 DLC 里才出现是吧？之前也出现了，嗯，游戏里好像一二代有提及，我忘了一代有没有，好像我印象中有，对，嗯，但是他这回是主要讲他这个故事嘛，嗯，好像原来主角好像还黑暗了啊，可以揍他，就是这么爽啊，对，可以打那个提梁啊，嗯，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个想买，哦，要砍死这货，嗯，好，继续啊，这个下面就是四十二时间，因为上周这个四十二来信错过了，然后文明也没提。四十二时间还有这个环节呢？当然了，当然了，嗯，每期都有。太狠！以前其实只有玉璧来信，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个，那你得谢谢文明啊，因为有文明，啊，谢谢文明，非常稳定的更新。谢谢二 K。上周三好像啊，我当时人还在飞机上，是，然后错过了，然后这周三也反正也错过了。嗨，嗯。说吧说吧，就直接，然后呢就更了俩文明啊，就是，没啥太多能说的，上一个更的是祖鲁文明，嗯，然后祖鲁文明算是个经典文明，好像缺席过，就是之前前几代缺席过，所以说这个一回来了大家还挺开心的。是哪儿啊？祖鲁非洲对，是个部落，嗯，然后祖鲁文明一直延续着这个战狂属性啊，就是贼能打。我怎么觉得你介绍这些都是都能对挺能打的，只有一个不打的。我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文明六这么多战狂？苏格兰也战狂，对，蒙古也战狂。然后呢，这座至少就是说战狂呢很有层次吧，嗯，反正每一代战狂也挺有层次，哦。祖鲁的核心是人海战术，嗯，就东西多，就是一堆一堆的，他的那个扔石头什么的，没有，就这个皮带那个长盾那个战士，啊，一头乌泱乌泱就来了，非洲林彪。什么玩意儿，啊，对不起，啊，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身上涂了各种油彩那种，对对，嗯，他们在那个虫子比较多的季节超虫子做饼吃吗？你看过那个片吗？没有，姐，嗯，然后这周三更新了，你看就是我跟着更新文明六的那个新闻涨了很多，涨很多知识是吧，嗯，这个更新了一个文明叫马普切，嗯，然后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少数部族文明，他这个以这当时他的领袖以这个击退了葡萄牙还是西班牙的殖民者出名。嗯，嗯，在哪儿这个地方？好像也是在非洲，嗯，还是在南美？哎，不对，如果西班牙应该是在南美洲，南美洲，嗯嗯，啊。然后这个文明的整个机制就是围绕着所谓的这个新的文明六迭起兴衰的这个忠诚度系统来设计。它有个特性，就是它围绕着一个城的周围消灭单位的时候，然后这个城的忠诚度就往下掉，嗯，就是有点类似它就是马匪那种状态，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吧，打一打打一打，这个城突然自己就中立了，不想跟原来的混了，当然也没跟这个混，但是它就中立了啊，就是这样。反正这个文明就是属于典型的多变文明嘛，就是想怎么整嗯嗯啊，文明就这俩，龙马狂想，这是南美什么什么呀？谁呀，啊？不是，我有个问题，南美谁？我有个问题，就是他文明现在就是他以前也是这种更新这么多文明吗？就是对，就像街霸一样。不是，我总觉得他可以扩展，就是一个文明的不同领袖的玩法。我觉得把一些就大家更熟悉的大文明，这个，拓展一下，我觉得，这个，那不行。那不成，这不行是吗？那不成，就是其实文明有一个基调，就是说它要展现地球上人类文明本身的可能性的，就是这传统就是各种，所以得多，哦，对，所以得多，就像街霸人物少了，所有就是所有人都这个不乐意一样，嗯，文明的这个里面的文明少了，大家也不乐意。它这个更新是一次性都更新，对，这全部都是迭起兴衰里的，嗯，一次是九个文，就是一次九个，嗯，对。但是文明六本身确实开始了用
付费 DLC 更文明的先河、哦、恶习，对，比如说波兰啊、嗯、比如说澳大利亚呀、啊嗯、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有一些文明确实是这个、嗯、但确实是太多了，有意思吗？这个就是要多，不多没有什么意思。嗯，然后街霸又快多了，这个你看中国这么大是不是可以多做点文明？还真没比街霸快，瓷器口文明是吗？瓷器口文明，对，事实上文明，西安里对，你们这个言论很危险啊、嗯，就是事实上四代通州是我罗宾部的风格，你说完了才强调有什么屁用是吧、啊、就是四代就是这样，四代的有很多文明好像也超过一半多的文明都是双领袖的，比如说中国的两位领袖就是秦始皇和毛泽东。 嗯, 嗯, 嗯，对，我的妈，然后当时还好像有一些小小的争议，就是为什么蒙古的领袖是忽必烈。嗯啊，当时还打过一架。嗯、啊、反正那得打呀，是、嗯、然后像这个六代的话，他是暗示的，他一开始是暗示的有双领袖。嗯，结果六一出来呢，只有希腊有双领袖。嗯，就大家很不爽。然后呢，喋血星衰总觉得得给补齐了吧，然后又补了一个印度有双领袖，没了、嗯、啊，他已经上了吧，喋血星衰没有，还没吗？马上要上，马上要上、啊，我感觉他更这些东西更了一年了，对，竟然还没有上，没有、嗯、半年吧，没有，就宣传期不到半年、哦、几个月，因为我老在看这种新闻，一会儿一文明，一会儿一文明，主要是每个礼拜四十二都得给我们讲一新故事，对、嗯、讲个新文明，对、嗯、然后再往下是玉璧时间，哎哎，玉璧来信环节，玉璧来信环节是不是可以先说彩虹六号？是的，是、嗯、彩虹六号是等我 打僵尸是吧？打开拍的挺好看，虽然也没什么镜头。嗯、打开邮箱之前先开始说一下，这个十五号是试玩，免费试玩。好，嗯、哎好，你完整说吧，你别说一半，别人可能不太明白是什么东西。就是彩虹六号在十五号可以再次免费试玩，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满十五号，正好是十五号，正好是三十，对，过年的时候，那个加拿大举办的那个国际竞赛啊，也像我和娜迪亚这样的用户，对，像去年一样被骗入坑，对对，然后特别好玩，发现这个之前一直没说爆发具体信息是吧？嗯，然后这个就是放了一个片儿嘛，对，我这儿没有具体信息，官方是，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恶意，什么呀？Outbreak， 对。Outbreak 呀、啊，爆发打僵尸叫 Outbreak， 我觉得这个有问题。他打的不是僵尸，他打的是这个外星。反正我就告诉你们，我跟你说，太牛逼了！十多年前就用过了，太狠了啊！他打的是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寄生虫，嗯，就这样。然后这个奇美拉行动和爆发这个。奇美拉行动，然后这个爆发是个活动啊，这个活动限时只有一个月，是一个限时的 PVE 活动。对，然后、这个、紧张吗？也得紧张吧，看着挺紧张的，配合吗？配合，也得战术吧？对，嗯，也得背靠背吧？那可不，他们可能就是坐着坐着发现，哎，咱们这个战术要是打点怪兽什么的，好像也挺有意思，是、啊。然后就这个创意。然后奇美拉行动这个正式登陆全平台的日期是这个三月六号，嗯。然后爆发活动是三月六号上线，四月三日结束啊，嗯，差不多一个月。但我真的建议大家那个趁着免费的时候啊，玩一玩，试一试，试一试，哎、啊，太值得一试，这游戏太好了，没错。嗯、然后这一座呢，就是这两位生化干员分别是这个，就是，这个事儿呢，这个 outbreak 爆发在这个墨西哥州特鲁斯康西昆西斯镇。啊啊，真康斯昆斯，真杰是康斯昆斯，对对对对，太牛逼了！好像就日语学的可以，感觉就是这个吧。嗯啊，然后这个当局封锁了这个小镇之后呢，然后这个彩虹六号这个组织就派出了这个隶属于法国和俄罗斯反恐小组的两位反恐小组啊的。哎，他提到的两个探员是以前有的吗？没有，这是两位新的这个生化探员，还要一个巴西人还是什么人？要一个俄罗斯人？没有，那个一会儿再说，那是说老的要支援。对不起，然后这两位。分别是一个叫 Lion， 一个叫雷德菲尔德，一个叫啊，一个叫 Finca 啊啊，然后都是这个这两位是就是生化作战老手，嗯、生化作战专家。然后同时呢，啊、这个也不能就他俩去啊，是啊就是新人出任务，就这老人陪着吧。对，对啊、然后呢，同时登场的就是还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这老朋友分别是这个 Smoke 啊，音知道是谁吗？音是谁啊？杨他弟弟吗？对啊，那为什么不能是杨哥哥呢 ？Brother 行吗？啊、对，板边无限连那个，对对对，都说完了，行吧？幻影阵嘛，啊，才滑板那个，嗯，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啊。然后就香港探员，嗯啊，然后 Buck
嗯，啊 ，bug， 哎，是最没用那个，是现在最强的，是吗？这么厉害的，你会发现，狂吹完就是假血，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在竞技游戏，你看起来最没有花头的效果最强，对，因为感觉他七六什么那种就特别厉害，感觉他特没特点。你觉得开那个对开罐器有什么用？对，但实际上巨强，哦，就是非常强。哦，然后 Capcom。就是俄罗斯的卡普空啊，嗯，陷阱哥，嗯，哦，好，这个人气的大姐 Ash， 哦 ，Ash 可以 ，Ash 在片子里显得特别老，就没有他就是他其实年龄是不小，虽然因为我不懂，是他那个彩虹六号是在游戏里是一个世界性的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他是就是四处这个挑这个各国反恐队里牛逼的人你就来，他隶属于哪儿啊？就是他哪儿也不隶属啊。有点像那种联合国的那个维和部队，各个国家出点人，就是精英。其实我印象中，汤姆克兰西。最初的设定好像是美国的组织啊，但后来好像就不是这个设定。嗯，艾什是英国人吗？艾什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但是厉害，他是斯沃特，那厉害，什么叫厉害？人，斯沃特。哎，但是在那个宣传片里边，你等我把名单说完，啊，说吧，说吧，还有还剩俩啊，就是他那个，你记不记得艾什说我给我来多来几个毛子？对啊，剩下两位都还剩下三位呢，分别是法国的，没有脖子啊，放过人质吧，行吗？啊，那个分别还有还有法国的医生 Doc 啊，然后这个另外两位就是那个 The Lord 机枪哥，啊，哎，嗯，机枪哥真的是一个和艺术家 Glass 啊 ，Glass 是美院毕业的 ，Glass 不是那个俄国那个，俄国的狙击手，他是美院毕业，他是画画的哦，然后他也没画过游戏里头，对啊，他说我这个比那个画画还那个，哦，听起来有种汉尼拔的气质，就是杀人是艺术那种，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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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这个爆发活动呢，就是会有两个难度，嗯，就是普通和感染难度，嗯，这个感染难度据说贼难，而且有友军伤害，嗯，哎 ，PA 游戏有友军伤害了，啊，朋友们，嗯，就得演，对，嗯，就是西蒙沉迷的演，对对对对对，就是带入自己的角色，没错，没子儿了，没子儿了，那是我们都是 M， 没子儿了。那是他们配对的时候，我们都说我是说 need reload 好吧，嗯，然后那个这个会有三个独特的关卡，然后说这个比一般的对抗地图大而且开放，哦，嗯嗯，然后抢样，对，然后我刚想问的问题是在这个宣传片里边，嗯，Ash 不是在跟这个彩虹六号这个部门的一个人唠嗑吗？通话吗？对，然后他管这个人就叫 Six。对，所以对，所以我很好奇这个人六爷快手的到底捕快，不好意思，忍不住蹦出一句，费死费死。哎，我是想夸一下这育碧这个，就是现在做预告片这个水平，真的是已经达到了就是如果这些每一次他出都觉得是最好的，嗯，然后还真能比之前的更好。他这个小小的预告片其实没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多动作场面什么的。爱看，对，然后故事立马就有了，那个。我知道那个角色是，就大家一看那个彩虹六号玩家一看就知道那个说话那个女性的那个是什么爱是吗？人气特别高嘛。对，嗯。然后他给点就是蒙太奇，对，然后他说那几句台词设计的，就是我需要点牛逼的人，对，什么什么的，一看就是马上就想拿起枪来出动那种感觉。看片拍确实好，这个片子拍的是真，就是，真的好。现在，我觉得就是近几年就是整体水平宣发水平特别高，就是育碧自己的游戏里整体宣发水平特别高，就是彩虹六号，嗯，包括他一开始那个谈判结束，嗯，那个片子，而他给每个人做那个就是对那个片子介绍短片都非常有趣，对对，然后还有他那个用那个莎士比亚的那个台词做那个宣传片，嗯，对，因为其实你仔细想想彩虹六号的这一系列片子，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在塑造角色的个性，他和其实之前那些游戏里边就是单纯去就是单纯公布这个游戏 title 的时候那个预告完全不一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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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一个特工或者是特种特别牛逼的特种兵是一个所有什么男孩吧，嗯，小的时候一个梦想，就在一种梦想，然后这个彩虹六号的宣传呢就切入这个点，就这个，极尽装逼之能事，对，就让你心目中想的那个就是装逼炸了，对，最牛逼的那个特工特种那个作战单位应该是什么样的，都开始给你弄得特牛逼，让你觉得特别想玩，对，就是那种感觉，嗯，因为这个就刚才正好说到预告片嘛，嗯，就这个这周不是也放了好多预告嘛，嗯，但是都是电影相关的，然后就碟中谍的预告上之后，然后我一搜，啊，正好搜到那个 Ghost Recon 啊，荒野那部预告，对啊，牛逼啊，你再回去看，我真好的做的，嗯，感觉跟游戏没什么关系，那必须好，我真是，可能在育碧看来宣传片跟游戏就是分开的，对，就是没什么关系的。其实你比如《刺客信条》全系列的这个都好，那个 CG 做的那个宣传片绝了，是吧？对对，嗯，《For Honor》
Fallout 第一个那个片子出来惊了我，多棒！就抢水喝那个。我觉得《刺客信条》全系列就什么，不就是吗？对，《刺客信条》全系列，我觉得有一座的宣传片拍的不是很好，就是枭雄啊。对，枭雄从亮相到宣发没记住是吧？都不好看，都不够好看，没太记得住。同意，这是例外啊。对啊，然后正好西蒙回来了，然后介绍下一座、啊、下一个新闻，下一座、啊、不是下一个新闻，我觉得他能很喜欢。行，就是这个，我靠，卡了什么呀？什么呀？居然来信没有？那我直接说了 啊，行，就是这个《Far Cry 5》又更 Pass， 对，然后又更了一个新的这个 Story Trailer，、嗯、讲故事、嗯。然后这次的主角就是主视点，就是这个前半段就是这个邪教的头啊。嗯嗯，就他说、哦、那个戴眼镜的人，对，就说这个我这个怎么怎么地，盟主、啊、盟主这个荣光、啊，我过来解救你们，而且天神下凡，对，我要跟你们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之前救世主不一样、嗯啊，就是你们这次是不会这么轻易把上帝儿子杀死的，嗯、啊，就我不是来献祭的啊，我就是来对治你们，嗯，就是管，对，就管你们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嗯，反正范儿挺正，哎，我觉得挺好，嗯、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是不是马上就发售了？对，嗯，很近了，快了，三月份。嗯，嗯这个游戏是不是应该也是联机大家一起狩猎的感觉？对，是吧对，没有，是俩狩猎，就俩狩猎邪教徒，就俩。啊、那个端起我的重度，两个人轻度、嗯。对，因为他主推是双人 co-op 玩嘛、嗯。对对，还挺古朴的哈。哎呀，那可以啊。对，就是喜欢生化五的玩家不要错过。然后。就是这座我觉得有一点挺牛逼的，就是反派范儿很正、嗯，而且玩家的阵营范儿也够正。嗯，因为你实话实说，我觉得三反派范儿正，你这个主角扮演一个这个富家子弟，对对对，其实有点，反正我都有点烦自己这个人物。嗯，不喜欢。对，包括四里呢，就是有点年龄强强的主角，嗯、是，反正这次但是人气也高，富家子弟好像没有人喜欢啊。就是至少他作为代入，就是有点难带进去。对，因为穷嘛，哪有因为自己穷嘛，对，对哪有那么多贫穷限制了限制了想象力，限制我的共情能力。对 对， 对，实在是无法与这个人成为一体。啊、然后这次可能光虎玩这个就比较代入，是是是，我没好意思说。对，新闻节目就这样了，是吧？嗯，然后也不听啊。对，然后这次就是带入这个德克萨斯红脖嘛，嗯，对，爽啊就。过瘾啊，就是干嘛是吧？就这样。嗯，然后我其实不是特喜欢这游戏，是吧？从来没玩过。我只有三打通，四我没坚持。Primo 你也没通是吧？我靠 ，Primo 放鹰嘛。对，然后这个特别牛逼的是，他公布了机票的内容。嗯、首先，他重置还是复刻？你就说吧，先。就是你买了机票，有拥有，就是他也要单独卖的，就是三的。啊Classic Edition， 对啊，他没有具体说他会不会重置到能叫什么程度啊？重置还是只是复刻、嗯、啊？没提，但是有，而且这个免费送给 Far Cry 5的机票玩家，对、嗯，然后同时应该就是一个、嗯、就是直接给了一个老板，对啊，对，然后这个机票非常牛逼的是这个是三个画风迥异的，对，而且题材也迥异的内容，嗯，分别是我想想，打僵尸，哦、嗯、啊。然后上火星人、嗯、上火星上跟火星人磕上别断句啊上火星人太棒上火星跟火星人你要注意断句、啊、对不起上火星人我就是没睡好、啊、然后对我怎么回事 啊还有吗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嗯、还有一个是我想最近精神不太好对啊还有一个是这个跟月供嗯在丛林中跟月供这个干架啊、嗯、然后这个跟月供干架对、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月环支付宝是吗可以看一下这个封面的风格、啊、然后你就会想起来以前 Far Cry 有一座叫雪龙对布拉拽个这个系列其实特怪机特牛逼那个特就我觉得就是想象力很强很飞是的雪龙就是那种八十年代复古 对、嗯、所以说这个这次的机票也要搞这个搞一个和看似跟打邪教没有关系的东西嗯挺有 Far Cry 范儿的对如果是就是单纯的让别人觉得这个游戏好玩我觉得也没问题对就是玩嘛对、嗯、乐呵从雪龙开始这个就这种 DLC 已经成为了 Far Cry 的一个传统了 对就是要搞一些很 classic 的东西对让你玩一下热热闹闹吧、嗯、对预计时间结束啊，然后我觉得还是再提一下吧，就是这周超级碗嘛，然后公布了一堆预告。如果关注影视的朋友们，不妨看一看，嗯，比如说《西部世界》有了新的一个预告，然后汉索罗的这个个人电影，然后包括《复联三》，
侏罗纪世界二，然后这个碟中谍，碟中谍六，没错，还有姜文的新片也在那儿凑了个热闹、啊哎。对对，也放了一个就是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哦，但是邪不压正，对，就是改了个名儿，但是但是期待这个，因为我特喜欢姜文电影，我也是，嗯，就希望别拍飞吧，迷恋他的电影哇。然后再下一个环节就是最近大家都在玩的什么？嗯啊，我再补充一下那什么的新闻吧，就那个科洛弗。哦，这个你要放这儿说是吧？啊，对，我就直接在这儿说了。行，是这个科洛弗系列，嗯，这个第三部也是在那天放，突然就放了一个预告，对，叫做《科洛弗悖论》。嗯，但其实这个电影的原名叫做《上帝粒子》。嗯啊，然后听着就想看希格斯粒子，别、嗯，千万别、哦、这个。科洛弗系列呢，是这个，如果你没看过的话，这个第一部在好像是零几年，对，零八年，它是一个这种，就是你看上去是这种，就是手持 DV 啊，对，拿手持 DV 拍摄的一个这种第一人称的惊悚片吧，算是也，我觉得也不算恐怖片，加点科幻、嗯，对，就是加点科幻要素，什么这个怪物入侵地球这种，嗯、然后跳个楼啊什么的，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能看到这样的电影还是挺新奇的，新鲜感觉是不是像超能失控那种感觉？对啊，是吧？对对对，啊、当时挺新鲜，但是他这个镜头感可比超能失控要就是这个晃，怎么说这个摇晃程度要再上十倍吧，那个吐啊，对。就是你感觉真的是拿着 DV 拍的，对，气氛特别好，那个拍的，就是一很不错哦，非常好，我一想就晕了。一非常有趣，而且一当时就是在他的这个片尾有很多这个就埋藏的彩蛋，然后、啊、对，然后有很多人去找啊什么的，就很有意思。而且结尾不错，对，啊、嗯、对。然后二其实突然就跟一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也非常好。对，就只是他们感觉说的都是这个怪物入侵地球的事儿。但是完全讲的就没什么联系，反正你就理解为同一个世界观下完全不同的俩故事。对，然后二的编剧玩了一下观众，对，然后二就并不是这种所谓的手持 DV 拍摄了，就是一个很正经的这电影，连叙事方式和故事那个全变类型都不一样。对对对，是这样。然后三呢，就是这个，就是悖论啊，这个真的，如果你没有看的话，就不要看了。啊、嗯，对，这样吗？因为他在这个公开预告的当天下午啊，就上 Netflix 了。对，而且自带中文字幕，会员就可以直接看。现在都流行这种，你这么一说，大家都去看了，就是啊、哦，不是真的。到底有多烂是？就是不管你之前看没看过这个科洛弗系列，你都不要去看这第三部。你看，你安利《少女战车》不一定有人玩，这个我估计啊，你可以去看前两部。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好多人觉得二拍特屎，包括你在内，刚才你也觉得二拍特屎。我觉得二的前半部分挺好看的。我觉得那个结尾，我对结尾虽然不是特好吧，但是我觉得二拍的很好，而且前半段表演和整个那个气氛，它会让你观众觉得，哎，我操，这个就达到了欺骗你的目的，对，达到欺骗你的目的，就是他玩单纯以二玩这个把戏来说，他是成功了的，对。但是这个电影质量呢，我觉得也算及格，就是水准之上啊。你看二了，它并不是整体来说，它并不是不值得一看的片儿，嗯。但是三呢？三是我不信你，三是真的是你都没有说出过所以然，就不让大家看。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片儿，好吧？这个片儿讲的是这个在未来，然后地球发生能源危机了。这剧透吗？不剧透、啊，就是一个简介。然后就是各个国家要开战了嘛，准备。然后这时候呢，架子铺这么大，这对。然后在这个太空上，有一群这个宇航员在空间站里边做一个实验，说如果这个实验成功。那地球就能获得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都不用等，对、啊、行吗？对，然后呢但是发生了意外，这个实验失败了。嗯，失败之后呢，他们突然发现地球没了。得了，也行吧，可以不看了。行吧，可以不看，你也别说你了，你也别讲了，你说是一个金毛指南，我感觉是。对，然后地球没之后呢，在空间站上就发生各种各样的怪事儿，奇怪的事儿啊，对，就是这种各种离奇事件。然后呢，这个章子怡也在，有他呀啊，对，也在电视中出场，那得看，那得看。然后最有趣的是，所有人都说英文，只有章子怡从头到尾说中文，嗯，然后大家也都听得懂，这么厉害是吗？对，国际，没人说我们国际章吗？我们战队的队员这个演技很丰富什么的，我们系统部队的啊，对，那个。张涵予和富察雅治就是一个说日文，一个说中文，互相听得懂，对答如流，不挺好的吗？是吧？对，你说那追捕啊？对，哦，反正这个电影在我看来不是一个这个合格的科幻片，它不能算科幻片，我觉得都。它一直走那种就是，它是一个玄幻片，它是一个格局特别小、成本很低的这个电影系列。然后呢，这个背景故事老弄得特大，给就是对硬给拉得这么大，就是那种以小见大的那种叙事方式，可能就是、啊、对，挺好的。嗯，而且
这个克洛夫系列的这个新作《克洛夫悖论》在这个成本上来说比前两部都要打高特别多，非常多，对对，但是王飞爸爸是，但是对不起，真的很烂，我觉得，嗯、嗨，行吧。太想看了，太想看了，可能真的会去看一看。太想看了。最后说个新闻，说说副本吧。不是，没有那个，那一会儿说吧。好，就是这个一个公益项目，四年的公益项目，嗯、然后叫 CRPG Book Project。嗯，在我们录的这一天，应该是这一天，还是前几天？嗯，正式完成了，然后成书了。嗯、然后这个书就是收集从1975年到现在的尽可能的所有的 RPG。哦，是吗？欧美 RPG。欧美啊，欧美 CRPG 嘛 ，CRPG 啊，欧美就是欧美范畴的 RPG，、嗯嗯、然后呢，给你做个年表，嗯，几乎不是几乎每一款游戏都有类似玩家评语、游戏介绍，哦、然后还会有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想回去玩的话，有没有办法的一些小建议，嗯嗯，然后这个是业内大咖，然后 MOD 的制作者、热心玩家都参与了，媒体人有大量人都参与进来，嗯、用时四年，嗯，这个书480页。580页，对，580页啊，对，然后全彩页，嗯，特好这书、啊，然后400多个游戏，行吧，对，然后它是公益，所以大家可以免费下载，然后现在可以免费下载，嗯、特别特别牛逼、啊、这个书啊，对这个 CRPG 特别感兴趣的玩家，400多个游戏啊，才四百多，才四百多个 CRPG 啊，大哥，美式 RPG， 对，我知道，但是要比我想象的少。真的假的？你想从1975年，嗯，就是相当于历1975年到1985年中间只有3个游戏可能，但是它确实会，嗯、它会给告诉你，其实 CRPG 经过过高点和低点，它有史观，它里面有史观论述、嗯，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以这样一个在游戏行业内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游戏类型来说，嗯，它只有400多个游戏在历史上，嗯，因为它其实它最辉煌的高峰期只有那几年，应该已经过了，就很令人震惊，我觉得早就过了，是的，嗯。主要是每一款游戏都挺值得说的、嗯、大家可以回去补补课。应该90年代最多，后来再往前、嗯、再往后。他那个参与编写的人里比如说辐射之父 ,Tim Kaine, 嗯 ,Tim Kaine, 然后 Chris Avalon, 哇塞、然后有一个人叫 Brian Green, 嗯这个人是做、嗯、他做过一款游戏叫子午线59。哇那不是一个策略战棋吗、嗯就是、子午线59就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图形3D 图形网络游戏，哦、嗯，子午线59，嗯，哦，对，咱之前那个节目里好像聊到过这个，嗯、对，所以第一款网游，对，然后根据这个发起人说，其实这个项目还在继续进行，说明以后会不断的完善，嗯、不断的完善、嗯，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支持这个项目，对，因为是一个电子版的，啊、嗯，对，嗯，挺牛逼的，那问题就是全英文啊，来慢慢啃着挺爽的，是不是这个？嗯，也估计也就。你能坚持下来、啊、对我也坚持不下来我估计然后那就继续吧刚才娜娜聊了聊这个克洛夫悖论、啊、嗯斯瑞尔想说说副本对这个剧吧就探变嘛就是怎么说呢 对, 对就是看色了看五集吧就完了最好是对后半段给我看瞎了怎么了他是改编的对就是、动刀比较大还是他动刀非常大、嗯、但是开头的给你的感觉是动刀动得特别高明、嗯、特别好就是他从底子里把很多事情都翻了然后他为了剧的形式删掉了一些就是只有其实就删掉了一些不必要的剧情的这个阴谋层次啊然后进去了、哎、改得真巧而且该还原的关键信息因为副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侦探故事嗯是一个这个推理故事嗯然后关键信息都不漏啊、都很好这人物塑造你觉得选角也很好嗯演的也很好嗯然后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他一点一点起飞嗯对然后五级的时候就唰就然后呢然后啪就下来就完了、嗯、但是你也是我觉得你也比较痛苦你也不能说什么嗯对他、就是、剧情你也不能讲嗯对就是嗯怎么说呢就是他原来的故事里类似这个传统的对抗阴谋的那种故事、嗯、层层剥茧的然后比如说把比这个位置更高的人揪出来、嗯、然后如何跟他对抗这样的故事 嗯, 嗯，然后在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兄妹的家庭伦理故事这么简单对他能把所有的阴谋都往这里、嗯、把所有的技术变革然后技术变革带来的人性的变化呢带来的冲突呢都融到一个兄妹遮遮腾腾这个剧本是日本人写的吗怎么听着那么像陈凯歌这然后且不说副本这一本书里不说五克瓦奇三部曲副本这一本书里没有妹妹这个人啊啊
就是他把若干个反派和这个若干个关键人物的形象都揉到这一个、啊、一起，对、啊，你会发现很多关键的很精彩场景，书里的精彩场景他也有，样子也有，嗯，人物造型都差不多，但是其实不是这人啊、嗯、啊，然后就挺那个，就但是而且里面有些原创的内容又很精彩，嗯，但是呢，就是这个故事最后讲的如此之奇怪，就是跟对就。反正看得我很痛苦，很难描述。软的哥点评最后几星呢？五星的话给几星？三星半，四星。嗯、你也甭难受，要不然、嗯、你就 对, 对，你就说推荐还是不推荐吧。甭难受，我觉得咱们这不实行打分。对你选个别的事儿。我觉得没看过副本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好啊，嗯，看过副本的人呢，就看五集啊。或者是你觉得哎，故事有点不对劲了，你就看剧看五集的，你这对这多难受啊！什么方法？你看五集，然后在同时间点接到书上，对，拿书那结尾，你觉得还可以？我直接看书好不好呢？对啊，对，所以说直接看书，还是推荐大家去看这个书。我真的我看完之后气的直接就把这个《怒火重燃》和那个《坠落天使》也买了，我想看看是不是里面有一些新的东西是后几本揉进来的、嗯啊嗯，很怪，真的改的挺怪的。好吧，那最后还是说说这周咱们。玩到的游戏吧，啊、嗯，然后那个今天啊，嗯，是周五。其实周五上午的时候呢，卡普空这个官方确认了这个《怪物猎人世界》的这个更新，嗯，1.05平衡了斩裂弹，削了，对，就是削了斩裂弹的这个伤害和对队友的影响。嗯、刚才乌头在外边已经 对, 对，刚才屋里要笑喘了，已经。屋里试了试啊，伤害确实削了，然后、这个、但是没砍。我觉得四十二用那个平衡那个词，对，其实真是平衡了，就是没砍掉。是因为之前太过于强，不是它过于强的问题，是一种它是本来设计一种枪可以打多种子弹，对、嗯，然后让你换着在各种情况下不同的用、嗯，结果现在只有一种。明显反正远远高过其他一种，然后大家就啃着一种打完了我再做，我都不打别的。对，斩裂弹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器多样性，就是出厂的这种多样性。但是我觉得这么调整其实挺好的。对，他是把斩裂弹的伤害直接就削了一点，对，然后加强了一些其他本来是应该有用的那些贯通啊，对，这些武器这种子弹的伤害，而且我对都能用得上啊。而且我觉得不用放大说这个削了多少多少，就是你用该用还能用。对啊。只不过就是之前过强变成了一个很合理、嗯、变成一个很正常的伤害，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打怪的时间都不会就是变长，嗯，因为你斩裂打完之后你可能这回就会把以前那些不用的弹就打出来打，因为它已经能用了、哎、我实话实说以前那些弹也没什么用啊，大家该打就是只是这座打的是斩裂、嗯、这种老猎人，我就说对不起，那也不是好事，对，不是所有的传统都是好事，对吧，对，不是，主要是这代的斩裂导致就是弩的成型没有门槛，以前的话虽然弩成型了就可这一种弹打，但是这个要打这一种弹还要做很多很多功课，是啊，那这一座呢就是你把斩裂掏出来，对，哎，谁让你升级数这么直接呢，没办法，对、嗯、所以就、嗯、反正平衡一下挺好的，反正大家还可以继续用、嗯、这个就是反正刚才试的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嗯、然后下一个四战要不要聊聊帝国时代，对，就要说吗，你玩到的就挺好的啊、嗯，还是那个味儿，还那样， 嗯, 嗯，一模一样，嗯，然后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有一个采访的机会吧，我觉得现在可以就跟大家说一下，就会跟那个制作方做个信件的这个访谈，嗯，但是可能就是现在的游戏体验是不是不能说太多，也能说，主要是没有太多体验，因为不能玩单人、嗯、然后只能跟人对战，嗯，然后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开个房打电脑，嗯，然后所有的内容是不调整的，就是比如说有些玩家觉得文明特多，嗯，然后对，但是呢各个文明差异好像很低，嗯，对，就还那样，好吧，啊，就是还是那样，所以、嗯、哦，嗯，情怀嘛，这剧情怀是是、嗯，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情怀的作品。嗯，然后这周我除了《怪物猎人世界》，还玩了一个小游戏，就是之前提过剪纸的那个 DLC、嗯、啊，斯尼帕斯的 DLC。对，因为年会的时候，我跟莫比俩人玩的、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游戏不用说太多，就是挺有意思，推荐，真的推荐，只要你身边有一个就是经常能玩游戏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的话，嗯、就买一个，嗯，因为他能够。让你发现自己的想象力还是不够，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被制作人玩了，就是过了两关之后发现你回来他那个选关那个图标他就已经告诉你这关的解法了，但是自己没发现、哦、反正就是非常有意思一个小游戏，嗯，然后各位还有没有这周在玩的游戏，就
就片手剑卡龙啊，太没劲了！别说怪拿盾拿盾凿龙特别爽啊，太、嗯、太狠了，说了一个月了，是也没有俩礼拜俩礼拜，说不够，谁让你不玩？真没玩别的这个礼拜、嗯，我玩了，嗯，给大家介绍一两款单战，两款新的游戏，嗯、其中一款叫《Darkest Dungeon》，可以。在出差上海的时候，回来的火车因为大雪，然后延误了。本来是四个多小时的车，直接开了七个多小时。我操！然后这七个多小时，我就一直拿着我的 NS 玩，然后就一直在玩《Darkest Dungeon》。怎么这么好玩啊？是好玩。然后回家之后发现 X1 上有 XCOM 2的《天选者之战》，年初出的。对，嗯，还是去年年底。反正这个强烈推荐各位试一下，但当时就没有玩嘛，然后这回正好在主机上，然后试了一下，我太牛逼了，没错，太牛逼了，我靠 XCOM 2怎么这么好玩啊，我记得我在刚出的时候16年 XCOM 2当年就是这么二了，对，然后当年16年的春节跟我媳妇回河南老家，就没干别的，就狂玩这游戏，然后给打通了，嗯，然后那时候觉得这游戏虽然好玩吧，但是有些地方是不太 对，就是纳利亚最讨厌的那个命中率，对、嗯、就各种贴着脸 miss， 对，疯狂 miss，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嗯、然后这一次天选者之战他把这个游戏修正到了一个特别完美的，他其实玩法完全跟这个 miss 没有关系、嗯、因为很就是很强，怪物也很强，嗯，你这边人也是跟神仙似的，嗯，对，大家纠结的不再是我打不打着了，嗯，对，我想就是一轮，反正不是他弄死我，反正我就弄死他，对，特别刺激，特别爽，特别刺激，而且它里面取消了好多特别无聊的一些设定，就是你玩起来非常节奏特别快的一款以前战棋策略游戏，以前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你想想这是什么一种感觉？是你想象一下，想象一种策略类游戏，想象着，玩的特别刺激，你知道吗？对，大家听我这么说，是不是很想玩一下？真的千万别错过，特别的好玩，自己都说乐了。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的游戏口味已经回到了20年前小的时候，嗯，也可能是20年后，因为我是98年买的第一台电脑，正好那时候开始玩这些游戏，嗯，然后我现在发现还是那些游戏好玩纯粹，再加上有 NS， 你口味变过吗？变过呀，回那中间玩别的了，中间我就觉得那些三 A 的叙事的这种游戏特别棒，特好玩，嗯，什么 David Cage 做那几个暴雨什么的，然后什么 Last of Us 之类的，我觉得讲故事才是游戏应该干的事，现在我觉得不是了，我靠，我这游戏讲故事你跟电影一样，没什么区别，被 NS 改变了，被任天堂改变了，是吧？就在有限的时间内能获得最大的快乐，还是得有系统支持，要玩是吧？还是得玩，游戏拿来玩，确实还是拿来玩。嗯，所以大家请一定要买我推荐这两款游戏，哪有这这什么？而且都有中文，我操，都有中文还不玩啊？是对 XCOM 都有中文，大哥有中文是个道理 啊，说到 Darkest Dungeon 都出了有中文，比如说塞尔达也更了中文，对、嗯、然后说到98年口味，然后这个最近 Steam 上有个游戏让我想起了 JA2、嗯、铁血联盟2、嗯、有印象吗、啊、是有印象吗？对不起，怎么还没有印象啊？铁血联盟2啊，就是那游戏是一个在孤岛上扮演那个雇佣兵的这个经纪人，就是中间商，特别好玩、嗯啊嗯、然后是一个就是也是个策略游戏、嗯、但是就是耐玩度非常非常高，嗯，然后最近 Steam 上上了一个游戏叫 Freeman 吗，还叫 Free Fighter 自由斗士吧，嗯，好，那个游戏乍看之下就是、这个、精神续作，就是这不是没有乍看一下是这个路子啊，就是你雇人只不过就是然后拿着枪，一开始就是这个土制的玩意儿嘛、嗯、然后后来这个在这个拉美风情的一片岛上、哦、然后打下自己地盘、嗯、然后这个战斗嘛就是这样，然后一开始我以为是这个 JR 铁血联盟，对，他还有，而且他还有第一人称的这即时战斗、哦、啊，你可以就是深入战场的体验，战场女武神，不是说什么，他即时战斗、嗯、后来发现他没有做到铁血联盟的状态，但是他是一个骑砍，嗯，哦，他就是个骑马与砍杀，嗯，啊，就是带着人，然后讲的就是他大地图形式跟骑马砍杀一样，跨越这么大呢，直接变成骑砍了，是啊，啊、嗯，但是感觉你这个自由斗士吧，不如王朝勇士好玩啊，所以下面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这个王朝勇士九，有必要极大的篇幅赞颂一下这款游戏，就觉得特别可悲，就我跟四十二聊这游戏，你们根本连话都打不可悲，不可悲，没有，一个人一个玩法，特别没劲，我觉得有劲没事，我从做录这么多年节目了，我说我喜欢玩游戏，从来没有人能跟我聊过，你看四十二。
事儿聊怪物猎人的时候，你也说你不玩。那这你是觉得你们玩这个游戏的人可悲，还是我们对这些都游戏都没有反应？有这时间了吗？是哪边不带这样的吧？都可悲，都可悲。别不是真的，我觉得想给大家推荐别的游戏，但是我发现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只有四十二，我俩还能稍微聊一点。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是大家都喜欢不一样的东西，要包容嘛？不是啊。不什么不办公室的人都喜欢一种东西啊，怪物猎人啊，那好事啊，是啊，嗯，是啊，我觉得是，不是就除了怪物猎人，其实也并不是，只有像怪猎、塞尔达这个别的游戏能达到这个现象，对，现象，对，是吧？对，所以大多数游戏还是就各玩各的，四个人以内，我觉得对，所以他们配的叫现象级游戏。对，你像魔女，我就跟阿斌默默的玩，从来不安利给任何人，嗯，因为我知道你们也都不玩，哎。嗯，你不是少女战车？对，就咱俩你玩吗？对吧？你不玩吧？对，你也很可悲嘛。对，坦克世界就我一个人玩，就是。那你们太可悲了。可悲的是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壁垒。人类太可悲了，太可悲了。对，火箭都上天还能回来了，寸步不让。人类还这德行。所以你们知不知道坎巴拉太空计划有多牛逼啊？就是前几天这个事儿，真的特别坎巴拉，真的。对，就这个整个的精神，嗯。震惊了，真说不出话，音乐都停了。对，是星辰大海吗？就是，对，我当时看那俩下来的时候，我当时这是一个最特别重要的新闻，真特别特别真的。那再说一下这个新闻呗，就没什么可说的，对，真的。对，太伟大了，什么话都让你说。对，记住这个事儿，就是上去了，火箭上去了，然后有两部分下来了。对，这个他还能回来这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多浪漫，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船的名字叫什么？别叫什么？能不能别聊这个事儿了？你不没什么可说，那你说吧，说吧，说吧。我不记得船名了啊，就是。这块等会儿啊，这块一定要剪掉啊，一定要说，是吧？一定要说，不是多逗啊这块。没事，这不会剪掉，是这个这个我们刚说这个新闻是这个 SpaceX 在这周呢发射了这个雄鹰重型火箭，对，然后呢在火箭上猎鹰重型火箭，猎鹰重型火箭，然后呢在这个火箭上放了一辆红色的特斯拉跑车，是。对，然后呢跑车里有一个虚拟的驾驶员，跑车里坐了一个假人，Starman，这个假人叫做 Starman， 嗯，然后呢车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科幻梗，嗯，对，然后呢这个火箭呢发射到它这个预定的轨道上之后，然后它边上两个助推火箭，嗯，然后又返回到地球，然后回到它的这个指定的着陆点。其实2017年的上半年这个助推火箭成功返回已经实现了，但只有一发，嗯，对，然后这次就是极其同步的两发，对，就跟电影几乎同时落地。关键它是回收船是在海上的，对，它在海上一直在移动，然后那个火箭竟然能稳稳的落回来，比他们死。对，然后在这个新闻之后呢，有人飞到哪儿了？就是。就飞到的冲着火星去了，对，嗯，对，那就感觉以后可以火星到地球之间都有公交车的感觉，对，还是红色特斯拉，就定点来回走，对对对。然后死这儿说的，我们可以上火星人嘛？对，然后太恶心了，太恶心了，你们这样特别不好。对，火星物语是吧？这是一个很严肃而浪漫的事情，特别浪漫。对对，然后上火星人让我想起了那个回收船名字叫《我还爱你》啊，对，这是什么梗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操！我还爱你。所有的火箭，人类历史上的火箭都扔了，这个出去就没有回来了。运载火箭都是中间会抛掉它的那火箭筒，对啊，就变成垃圾了。对，然后它这能回来，还能二次用。嗯、我还爱你啊，是这意思。我要你，我还要你回来。嗯、好像并不是这么简单啊，这个名字是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嘛。啊、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充满了浪漫情怀气息。它里面写着，包括那个车和那个人，里面器件写着 “made by humans”，“made by humans” 之类等等这些事。我是觉得，就是以前那些国家主导的这个航天事业吧，就是没有这么浪漫，比较严肃，对，对都非常严肃，就是像军工企业那种搞，对，要做科研。SpaceX 像你说的，这火箭里还放了好多科幻梗，对，就是那些，因为它是一个很商业的，对，就是小的时候看的那些科幻小说、对看科幻电影，这些人他们真的当了科学家，这个、成为了这个天文学家，不是天文学家，或者有钱了科学家之后，嗯、然后他们把那小的时候那些幻想的和科幻的那些东西、文化的东西和这个很硬的这个科学。融合在了一起，然后打到天上再回来，就是这么一个浪漫的一个，我要怎么说这个？不知道，伟大的事情，对对对，失去言语啊！总结完了吗？行了，我给你们圆回来了吗？啊，反正真的就是这个，如果当时你没有看到这个火箭发射的这个直播或者视频的时候，可以现在在网上再看一看。嗯，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在这个事儿成功之后。然后有一个人放了一个之前的采访视频，因为就其实这个 SpaceX 对这个已经就是做实验做了
很多很多年，失败过很多次。对，然后之后你就看他那个失败的视频，真的是特别的那什么，嗯、就是那个助推火箭回来了，嗯、然后落地了，然后倒了，然后直接炸了，倒了地就炸了。对，啊，就是然后嗯，反正这个事儿就是嗯。对，就这种追求这个极致的这种梦想，多棒啊！多激励人啊！嗯、这个事儿，反正成功了，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没什么好看的。但就这个事儿，我觉得特牛逼。啊、就对你们这些对宇宙、对宇宙很向往的人，嗯、对、嗯，我其实这其实也不能叫对宇宙很向往，就是对人类很有信心。不，就我个人，我是很福尔摩斯的人，就是我觉得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影响。我是这种人。嗯我也是，所以就没有你们那么深的感触啊。嗯、所以后来我也懒得跟你们说这事，所以这就无所谓。嗯、还放着David Bowie的歌，对对，我操，太牛逼了！反正就是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吧，再、嗯、了解下这个事情啊，对人类很重要的、有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件啊。嗯、好了，嗯，这是告诉你人类不可悲，我们可以说寸步不让，可以说了吗？寸步不让，可以说来吧，还是真可悲、开始吧，讲讲吧，用十五种语气模仿这个寸步不让，寸步不让。说说寸步不让是怎么回事？嗯，说呀，谁说呀？谁说？谁说？二哥，你真是对，不是，主要是这谁看了，谁说说？说这事儿吧，就是这个《三国无双八》不是发售了吗？啊，这次《三国无双》真《三国无双八》呢，有这个咱们中文的配音。感谢北斗企鹅。对，其实这配音这几位老师其实跟咱们也很熟悉啊，对，来参加过咱们的核聚变，所以这个我们听到声音也很亲切。嗯，但是可惜呢，就我就只能直说了啊，就是这个配音的质量非常之差，嗯，差到这个惊天地泣鬼神，出戏鬼哭狼嚎，令人发指啊。主要差在这个就是剧本。对，是、啊，其实就是演出都没啥问题，写这个文案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台本配音导演、嗯、啊的导演，然后那里配音演员呢，越卖力的去演绎这些空洞而又傻逼的台词，你感觉越不像，就越显得这里边这个像嘛，就像是一个荒诞的喜剧片一样的一个效果。对，然后再加上这个里面的各个音轨触发的时机十分生硬、啊，对，就是刘备的那个发招的时候，所有连段最后一招的时候、嗯、都要喊一句“寸步不让”啊，对、嗯、对。对然后你也知道，三国无双又是一个疯狂用一招的一个。对，因为我还没上帝啊，所以全部网络都是中文的嘛，我还没听到这个日本版原来是什么样的，嗯、对可能就是类似于什么 Hikano Hikano 就是这种、啊、就这样这个意思。然后啊、反正你就我是觉得本地化游戏做成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做了。对，我觉得尤其是配音，其实我说的狠一点啊，嗯，我觉得太愣了。尤其配音，其实我觉得挺见功底的，而且是比较难以处理的。比如说不同的语言它的语句长度完全不一样，对，这有时候咱们看比如说看韩剧看一些泰国的电视剧的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到他在往里硬堆词儿，是因为别人可能一句话要说大概五秒、嗯、但中文可能两秒就结束了，对、嗯、然后你要往里加，是嗯，你就有首先是直译，咱们不说机不机翻的问题，对，你这个直译就是有问题的，嗯啊，本来日本人写的这个三国的剧本非常就没文化，对，以前的三国无双，你要是能听懂他的语音的话，日本的话也其实尴尬程度也差不多，对，只不过没有这会变成中文，没有这么直接是吧？变成中文之后，就让所有的中国的广大的玩家能感受一下，那他日本人的没文化写这个剧本是有多没文化啊！但其实光荣不是个没文化的公司，他的三国志里。尤其早期的游戏里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是因为游戏的问题、嗯、游戏定位的问题，对，现在游戏定位你看就是昨天我吐槽那个什么，就是王元姬给那个赵云做包子的桥段、啊啊、对对对，这就是生生硬套一下一个宅文化的那个桥段，就是把那个学校里 学妹给 学长做便当这个、嗯啊、这个桥段硬塞在了这个三国故事里，让你有代入感、嗯、然后让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年轻人二次元的年轻人们能够快速的理解这个故事也好，找到这个喜欢的点也好，嗯嗯，我个人就是个人意见啊，我非常不喜欢这些东西。嗯，我觉得三国还是一个严肃的题材。我作为一个这个《三国演义》看了十几二十遍，然后特别喜欢三国历史的人，嗯、也特别喜欢曾经那个光荣做出来的三国游戏的人，我觉得他在毁这个东西。我、嗯、甚至希望中国能注册个什么版权，告诉观众、嗯、别弄了，不要这么弄，真的、嗯、就是我觉得非常受到冒犯。作为一个、嗯，而且其实他对甚至对真三国无双这个牌子本身伤害也非常大。没错，这个其实是因为以前真三国无双，它虽然就是很。不三国，但是他的自己的演绎，包括里面的一些义父的故事，包括他那种典型的很热血直愣愣的故事，咱们俩不是对这个光荣的有说叫什么中二历史中二观，对、啊、对 对, 对, 对，这种感觉的中二历史观，就是你吃这套确实很有意思的，真的很，我特别喜欢七的进传，嗯，就我觉得是
没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往回倒倒到这个无双三和四的时候，武将的列传，然后包括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其实它阐述上没有那么大的改编，然后也没有说它是不严肃，它用日式动漫的那种就是中二风，他给你讲了一个三国的故事演绎了一遍，对啊，这个是我们喜欢三国无双夸张他的人设，这都很好，对，这都很不错。然后现在呢，就不是现在这样，不是 对不是刘备刘对刘兄长，你果然厉害、啊。对。而且其实人家日文虽然稍微文化差一点啊，但是人日文在写三国这个台本的时候是有很多日文的古文啊什么的来表现这个是古代的这个气息，不是那么直接的。对，像关羽就自称这个是用武士的语言自称这样，但是在中文这个翻译里就完全不管这些，就怕你看不懂嘛，都给他翻译成特别直译，对，特别直译，就是大家挺理解我这意思，而且是直译到影响表意表达了。兄长怎么说日语？阿尼奇啊，当然不是阿尼奇，大哥，大哥，大哥，对，亚巴利阿尼奇，死光一，但我现在真的不是很确定那个日文原版是什么，因为我看到这个游戏的这个风格已经完全像现代文化，就是有怎么说，就是更时髦了，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还是三国无双四啊，我那个年代就是对这个文案的诠释。能不能开一个三国演义的那个说书、啊？我操！你想开我就直说，不要不要，不是我去别人还得干呢，不要这么坑我。不是为什么不敢做呀？这个确实，而且其实无双七的时候，当时也有国行，然后就是我是没正经玩国行那个版本，但是最起码在第一幕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翻译，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比如说那小太监，他说的是杂家，就是对这些有些细节，他用的还是一些就是感觉比较符合人物身份的一些词儿和称呼。但是这次无双六。嗯，它里边那些那个就是所有那个人的说那话那个小梗，当然其实它是日文梗，就是有些什么姜维在日语里和微就是 QE 和 QE 读音是一样的，然后他自己在那玩那个就是语言梗，发音的梗，就是他每一个小兵的说话都很好设计，但是这次还没仔细的玩到那个程度嘛，所以要说，但是我想说的是，三国无双真三国无双二的时候，曾经他有一个中配，对，是吗？而且是质量之高。被当作是这个本地化的典范，所以你、那么早的，你再看现在这个三国无双，我觉得就是我不管是光荣也好，或者是其实就是台本的问题，我就直接说索尼也好，你如果做本地化这么不走心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不要做，就原来那个就挺好，真的就是没有起到任何加分，就是网络传播当然是传播出来了，对，是寸步不让，寸步不让，现在网络火了，所以我可能。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我现在严肃的说，本地化做成这样非常令人痛心。而且其实翻译也只是其中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可能最主要还是在意的就是整个游戏的这个，你实际玩起来体验真的不是特别好。放无双的时候，在地图里探索的时候帧数不够，包括他开放，他把开放性地图放完之后，这个很多以前真三国无双里不能叫毛病的东西，在这样体验里就变成了毛病，就变成了问题。啊，包括你可以，大家可能第一时间看都是谷歌的那个，对，拿蹲着射箭射小兵，叭射死的时候，一屏幕都是问号。刘备潜行去偷袭500多个小兵，一箭把据点兵长射死，然后所有小兵在那一头问号，震惊了，震惊了。不过游戏是在改，他也是想开发点新的玩法，求变是好的。大巴其实，在网站里发了一个，就是。大概在日本玩家、很多玩家的讨论，其实有一些玩家他们的反馈还是说，就觉得有一些玩法还挺新鲜的，就是并不是说完全 是新鲜，并不是说完全是屎，但是现在就是体验上，我是没那么好，觉得要认可他们的创新精神，就是肯于改。我想、这个、他们敢改，游戏还想做，还想做点新东西，这个一定要肯定。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游戏上充分体现了落后就挨打。日本在技术上这个有些公司啊，对吧？真的是，我真的怀疑光荣这些就是给这个游戏做一些什么建模的人来中国恐怕找不到工作。真的是落后就挨打。我们在这个游戏上充分看到了曾经让我们就是三国无双是这三 D 游戏的典范，就是最早走在前面。二和三的时候多棒！对，对现在你看那人物建模之生硬，那个动作之啊，是吧？我没有办法形容了，就是。对，玩好不好玩是另说啊，就是在这个我们视觉感，就是给人第一感觉上，就是比如说这现在小孩，你人家玩什么王者荣耀这些，你看说这是牛逼的主机游戏，告诉三国无双八元，看什么呀你这做的，就是你对吧？我这大家能理解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啊？对，真的是要进步，要做就是招点新鲜的血液啊，把这个游戏好好做一做。提到光荣的技术力，就是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三国志十三》增强版，上了之后呢，大家欢欣鼓舞，妈的，真想这个十三终于上了增强版嘛，然后游戏奇卡无比，就卡了，就是大家骂了几周之后呢，然后光荣说这个不好意思，就是上了 D 加密，就卡了，至于为啥卡呢？不知道，这个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更新一下把 D 加密撤了，就。
这个在技术层次上，我技术层面上真的，但是你说的这个技术，其实和刚才龙马说那技术还是还不一样。对，图形技术、开发技术，然后包括你这加密技术，嗯、这是就是几个事儿。对，嗯。但是我就觉得光荣这种，其实光荣算是 PC 起家的，是做 PC 策略游戏起家的公司。对、啊，是。然后现在就是说啊。嗯，这个图也不一样、啊。而且其实很多人玩《三国无双》，就是因为在 PC 上有。嗯，光荣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把它在就是出的一些主机类游戏都弄到 PC 上，大家都能，因为它本来战场在 PC 嘛，它是一个很注重 PC 平台的厂商，对、嗯、对吧？你现在你怎么？不过在咱们这样录这节目这看节儿 ，PC 版应该还没发售吧？是的，应该是就是 X One 和 PC 还没发售，可能会好一点。对，就是现在不太清楚它在 PC 上，嗯、因为硬件就本身这个。比如说可拓展性比较强嘛，不知道它的画面表现，对，然后整个游戏体验会不会更好，嗯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挺可惜配音的，就是配音水平本身很高，对，其实就是像刚才龙马说的嘛，努力，然后包括就是竭尽所能的去表现一个情感，对，但是你放在游戏里边，而且这个你用15种方式说寸步不让，这只能是一个就是在舞台表演上的环节，就体现这个配音演员有多厉害，表演功力、嗯、啊。但如果游戏真的做成这样的话，那不就是，而且是吧？你知道这个东西，听这个寸步不让之所以就是魔性，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生硬的只有一段音轨，嗯、如果它反复重复，我们可能就直接喷设计怎么这个样子、嗯、但是实际上它每一句寸步让是有变化的、嗯、所以它连起来的时候才磨合，就是人家让你录的，这其实反而是配音工作做得好、嗯、才这样，嗯，但是就是很可惜，玩游戏大家都能知道，所以我觉得咱们也不用替朋友，就是在网友者这个锅就在这儿、嗯、所以就是这个没办法，配音质量低的原因不管在哪儿，就配音质量低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洗的、嗯、对对，等这个过一段时间，看看游戏的最起码就是本身玩的这一方面能不能有所改进。对，然后最后再看文本，看会不会再做修改。我觉得之前那个 EA 那个事儿，不是民众的力量让 EA 把这个游戏都改了吗？对，我觉得这次我们中国玩家是不是也发挥一下这个力量？对，我把寸步不让传播的全让网络都是，让光荣和索尼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严重啊。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厂商需要意识到的问题。对，作为一个多年的三国爱好者和三国玩家，如此气愤，对，受到非常愤怒，感觉受到了冒犯啊。对。OK， 那咱们这期新闻节目就在这寸步不让中结束吧。结束了、嗯、啊、嗯！感谢各位收听。我相信这个听到这个节目之后，大家应该过两天也无心上班了，因为下周其实就大家三十了。对，给大家拜个早年。对，提前祝大家这个新春快乐。哎、嗯、啊，这个能收压岁钱的多收点，然后能花的自己也多花点。嗯，那我们过年也会有一些应景的节目。是，大家如果在过年的时候有无聊的时间呢，而且应该有很多无聊的时间，我相信是这样，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不管是在路上啊，还是在家里这个亲戚聊亲戚的，你自己待自己的时候啊，嗯、都可以看一看我们，好吧？推荐 Darkest Dungeon 和 XCOM， 买 Switch 啊，买 Switch， 适合春节的时候玩。然后这个大家在春节无聊的时候可以这个看一看微博，我们的微博会有哎哎，你知道的啊，每年的这个例行公事啊。对啊，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年后再见。年后再见，算是年后再见了，狗年再见了，哎，狗年再见，好嘞，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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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